们，鲜活亮丽，却因自然灾害暗淡无光；他们，先天畸形，却因世人冷落，自惭形秽；他们，勤奋好学，却因经济拮据，学业受阻；他们，向往美好，却因现实窘困，难以圆梦。上善若水，大爱无疆。深圳非凡医疗美容医院，在品牌发展、砥砺前行的道路上，始终不忘初心，以爱心善举，默默践行企业的社会责任。2012年，非凡率先成立非凡美丽援助基金，开启爱心美丽援助绿色通道。2013年，非凡启动免费整形公益打造计划，成功帮助为数众多的爱美人士实现美丽梦想。2014年7月，非凡主导启动深圳首例全面部美丽修复圆箍计划，对深圳福利院孤儿福灯展开了爱心面部修复手术。此外，走进社区公益义诊、公益爱心献血、援助贵州山区孩子、成立中学奖学金、地震灾后捐款捐物等等爱心计划，在非凡美容医院如火如荼地进行，为许许多多的社会弱势群体送去爱心和温暖，更带来美丽和福音。大家好，我叫福登，在孤儿院长大，因为学校问题，从小到大面临着许多许多的困难，让我很苦恼。以前去过很多医院，但苦于没有足够的经济承担巨额的医疗费用，只能默默忍受。幸运的是，后来非凡医疗美容医院创立的非凡关爱基金找到了我，免费帮我做了面部修复手术。经过整形医生的精心改造，现在情况比以前好很多，我的性格也变得阳光了许多。现在我在一家公司上班，受到了平等的待遇，很感谢非凡让我重拾自信，回归平凡。感谢非凡关爱基金对我所提供的爱心帮助。集医者仁心，奏爱心之歌，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践行关爱精神。2017年，深圳非凡医疗美容医院向深圳市关爱行动基金会慷慨捐赠善款，再度设立非凡关爱基金，聚焦关注弱势群体。一个好的企业往往不仅仅追求经济效益，更注重履行社会责任。深圳非凡美容医院长期以来积极支持公益慈善事业，今年深圳关爱公益基金会名下设立了非凡关爱基金。这个基金的设立使非凡的这种公益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弘扬，给深圳这座关爱之城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，给社会带来了暖暖的正能量。饮水思源，不忘初心，非凡美容医院作为医疗美容行业的一份子，我们很欣慰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了企业品牌的发展，在医美行业占有一席之地。而作为社会企业的重要一员，我们还必须不忘回报社会，以身作则，做好榜样。非凡医院一直有一个宏愿，既整形又整心。我希望非凡医院能通过关爱基金帮助到更多的人，让身边充满爱，让社会充满温暖。携手医美，爱心筑梦，非凡关爱基金，让生命焕发出非凡光彩。